各位法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今天主要是和大家座谈、闲聊，有关净土宗的教义。在我们净土宗出版的丛书、光碟当中，都有深入浅出的开展。只要大家翻开我们这一套书，听录音带，随时都可以随喜法义。我们是念佛人，为法、为道而进入佛门。法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道有净土门、有圣道门。我们是专从净土、专宗善导流，所以必须要把善导这一流的法义深入，甚至透彻。要怎么深入呢？首先，要把我们这个法门核心教理的相关法语，可以启发自己，又可以方便教化他人的佛言足语背下来。当然，不认识字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老菩萨，只要专称弥陀佛名就可以了。比较年轻的同修，身体、记忆力都比较好。像净土宗经论释要文、善导大师语录，可以背的话，就尽量的背，而且常加思维。善导大师语录内容很丰富，可以就自己需要的选择背诵。像净土三经、易行品、往生论注、安乐集等，也可以随自己的能力将重要的法语背下来。阿赖耶识就像一片田地，起心动念就像在田地当中落下种子。种子一旦落下田地，时间一到就会发芽，乃至开花结果。数世以来，我们阿赖耶识里所含藏的，不是贪嗔痴，就是妄想杂念。现在把佛言足语背诵在里面，汰旧换新，这样佛言足语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思维、言语、举止，就会充满佛言足语所讲的那种内涵与气质。像净土宗祖师解释本愿，有20几条文，是我们这个法门成始成终的大根大本，能够背的就尽量背。另外，净土宗特色义和净土宗祖师解释本愿的内容差不多，是将净土法门义的这个特色加以次第性的编排。有关处世之道，学佛不管在家出家，都要
受戒、守戒。戒有五戒、十善等戒。我没有把五戒、十善的文字条条句句列在俗谛里面，甚至也没有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列在里面，是因为要让处世之道的俗谛内容通俗化。对学佛的人而言，五戒十善都是耳熟能想的，但在一些细微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导致五戒既做不圆满，而其他的又被忽略，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把比较通俗的、比较切合日常生活、言语举止会应用到的，编辑成六条内容。这六条内容未必尽善尽美，但这只是一种基本性的。学法的人可以斟酌自己所需，在内容上增加，也可以减少。对出家众，在俗谛方面，我又加了四条，所以总共有十条。像第一条，对弥陀恭敬信顺，就是要学佛大悲心，弥陀如何为我，我便如何为人。当然，这是一种向往。不过，有向往总比没向往好，虽不能至，至少能做到几分。对他人恩慈体贴，对自己谦卑柔和。我们每一天都要跟人互动，在互动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有没有让对方感觉到恩慈体贴，感觉到温暖？还有自己的言语举止，有没有流露出自负高慢，或者高己卑人、高己凌人的现象？自己的存心够不够谦卑，够不够柔和？如果能这样的省思，不知不觉就会改变自己的习性，升华自己的人格，同时在与大众互动当中，耳濡目染，也可以成为对方人格升华的要素。因为人跟人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往往能真正感化人的，不是口才，而是德行。德行有一种看不到的无形磁场，散播出去就能改变对方。一个内心有信心、有法喜的人，他的面貌就会容光焕发，举止就会流露出他被弥陀慈悲救度的感怀，无形当中就会启发他人对净土法门的信受。中峰很多地方都可以作为我们行住坐卧、言行举止的指标，像和颜爱语、下心含笑、慈念众生、加厚于人。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的关系，
脸往往很紧绷，显得很苦闷。尤其是我们是出家众，如果一脸紧绷，难免会让人感觉好像出了家很不快乐的样子。因此，当我们背到“和颜爱语”这一句时，就可以反省自己有没有和颜爱语，待对方有没有下心含笑，有没有慈悲对方，有没有给对方带来好处。这样思维的话，心念就会改变，心念改变，心情就会放松，心情放松，脸上就会显出和悦安详，同时也会尽量牺牲自己来奉献他人，为他人着想。有一句话说，微笑的女人就是美丽的女人。又说，主妇的笑容是家庭的光明。我想，这不只是主妇而已，男众女众都一样。看到笑脸常开的人，就会让人觉得很亲切。一个人即使容貌长得很庄严，可是板起脸孔或者很严肃，就会令人畏惧三分，不敢接近。所以俗谛中的和颜爱语，下心含笑，慈恋众生，加厚于人，这四句大家可以常常念诵。因为我们的脸往往很紧绷，个性也很刚犟，念诵思维这一段，不知不觉中心就会柔软下来，容貌也会变得和蔼可亲。第二条，敦伦尽奋，贤血纯诚，奉公守法，为事良民。不管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每个人都有他应尽的本分，都有应遵守的纲常伦理。以奉公守法来说，新加坡就做得很好。譬如坐上车子，第一排的人就要系上安全带，骑车就要戴安全帽。如果人人都这样遵守的话，车祸的受伤度就会减低。又像现在提倡环保，提倡整齐清洁，可是有的民众还是会随地丢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乍看之下会令人很惊讶。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寺院也有寺院的规矩。所以不管一般社会人士也好，一般国民也好，奉公守法是很根本、很重要的。第三条，不求人过，不举人罪，不解人私，不争人我，这也是很大的德行。我们都是凡夫，都有过失，都有贪嗔痴。我们自己有过失的时候，很怕人家知道，因为羞于对人，更怕人家批评我们。因此，我们也尽量不要去
看人家的过失，晓得别人有什么过失，也避而不谈，甚至在心中将它忘掉。当然，更不应去探求他人的过失罪疚。如果能够这样，无形中自己的得恨也会有很大的增长。能够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去说是非，遇到是非之地，就会即刻离开，也不会去听是非，更何况是加以传播呢？绝对不可能。这一些格言法语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但由于都是佛所说，或者是古圣先贤所讲的，因此对我们道德的提升、心灵的升华都非常有帮助。大家相聚的时候也可以互相谈谈自己对中风内容的理解以及实践的心得。在给出家众背诵的俗谛当中，我又加了四条。第一条是生活简单朴素，语言诚恳和蔼，威仪安详稳重。这一条对出家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威仪安详稳重的出家人，他的内心也一定是祥和平静的。其实祥和平静是很高的境界，像佛陀因为心中有涅槃极静的证悟与内涵，所以走路自然就不急不缓，讲话也是很沉稳，不急不缓。这样的威仪无形中就能感化人。就像舍利弗尊者出家前与目犍连一起修学婆罗门教，有一天他在途中看到马胜比丘走路甚为安详，直觉他是有道之人。舍利弗就想，他年纪轻轻就能这样了，何况是他的师父呢？所以就向前去请问他：“你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什么法？”马胜比丘说：“我的师父是乔达摩，他教我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这个法。”舍利弗尊者一听就晓得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就马上告诉他的好友目犍连，一起率领他们的徒众归在佛陀的座下。在释迦牟尼佛出家因缘的四门游观之中，从北门的地方看到一个修行人，也是因为看到他面放光彩，举止很祥和，很宁静，很稳重，觉得他心中没有生老病死这方面的苦恼，
所以才令释迦牟尼佛下了最后要出家修行的决心。因此，出家众有安详稳重的威仪，无形中就能够感化人。第二条，伪罪略功小人事，掩罪夸功众人事，让美归功君子事，分愿共过圣德事。如果时刻反省这四点，检讨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就会引起自己的惭愧和柔软的心，这样彼此相处虽然不一定融洽，但一定是和谐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让美归功给对方，而有过失大家也都彼此分担，也就是说好事给他人，坏事向自己。一个团体或者是两个人相处，如果有这种心，这两个人一定没有争吵，这个团体也必定是和和无争的。我们是佛教徒，都是为了学佛修行，都希望自己今生今世能够超凡入圣。当然以禅宗来讲，这一些都是知末的，根本的在于明心见性，在于无我，也没有所谓伪罪略功、掩罪夸功、让美归功、分愿共过。如果还有那种念头，就还是凡夫。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对象，这是禅宗。可是那是难行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按部就班，脚踏实地，从让美归功，从分愿共过开始。能这样的话，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无争，甚至接近无我，那样反而是增长自己的功德，就是一般所讲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有一句话说人亏天补，也就是说自己虽然吃亏了，但是天会补给我们，我们吃亏一分，天会补给我们两分或十分，所以是占了便宜而不是吃亏。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凡事肯吃亏，凡事不计较，凡事肯为对方设想。为什么？因为这会增加我们的福报。天也就是因果，因果会加倍偿还给我们，甚至获得十方诸佛的欢喜，龙天护法的拥护。第三条，天道亏盈一千，地道变盈流千，鬼神害盈福千，人道物盈耗千。天道就是因果之道，盈在这里是指交办
自满、自负，共高我慢，不够谦卑。谦卑的人会为自己带来福报，也就是如《易经》说的“谦受益，满招损”。天道是一种因果，同时也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要为没有能力的人付出。我有多余的，他有不足的，我就拿出我多余的来补他的不足。所以，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因为天生万物都是平等的，天爱护万物也是平等的。我们体天之道，就会把自己多余的奉献出来。如果自己多余的不奉献出来的话，天、因果自自然然的就会减损他的福报。所谓富不过三代，可是如果他能够把他多余的拿出来的话，富就会超过三代，也会增加他未来世的福报。所以天道也好，地道也好，都是因果之道。地道变盈流迁，变盈流迁与亏盈溢迁其实也是一样的。鬼神害盈福迁，意思是鬼神敬重谦卑有德的人，而鄙视骄慢自负，凡事不平不满争强斗胜的人。人道物盈好迁，人间也是一样，骄慢的人我们也不可能很敬重他，会认为他过于高慢，而谦卑的人我们就会赞叹他，说这个人很谦卑，很谦虚，很谦顺，心怀恭敬。所以接下来第四条就引用了凡四训所说的，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为什么？因为谦，天就会补助他，就会给他好处。这个就是天道亏盈溢迁，就是谦受益。感恩可以说是一切德行的来源，感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善知识的恩，简要的说就是凡事感恩。总之，一个团体，尤其是道场，他的生命就是法，住在道场的住众也都必须要有法。如果住众有人没有法，他就会跟道场不相应，而道场如果没有法，对方即使来了也不一定，也一定不相应，一定会离开。大家在真谛，也就是法义，以及俗谛上，不管是自己深入也好，或是相互切磋也好，这样法就能够更深入。总之，道场要有法，自己也要有法。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